这个歌什么时候播啊？那我不知道，我也没想到这首歌能写成这样。那个可以，但是先把专辑发完吧，因为太离谱了。罐头的朋友，行行行，三千问题任我行。鱼罐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震南。五子棋速下对弈，限时两分钟，边回答导演组准备的问题，边进行人机五子棋速下对弈。限时时间内，若分出胜负，则根据结果接受奖励或惩罚；若未分出胜负，则以猜丁壳三局两胜决出胜负。难度一到五级，你选一个呢？我看看五级有多难，看看五级有多难，五级有多难。Ready Go！ 最近正好换季了嘛，知道我为什么感冒了吗？什么？最近换季了，知道我为什么感冒了吗？你感冒了？啊。为什么呀？因为遇到了你就没有了抵抗力。OK。白气球踩到了黑气球，黑气球怎么办？什么？白气球踩到了黑气球，黑气球怎么办？这都是啥呀？怎么了？我输了。再来一把，等一下，这么猛吗？刚刚的问题还没有回答我，老师。OK。白气球踩爆黑气球，黑气球怎么办呢？黑气球哭。够白气球。来，下一条，小动物聚餐，只有小象很生气，为什么呢？他怎么这么猛啊？五级呀，五级呀！我看看五级有多难。要不要再练点难度？我们给你个机会好不好？不能，我必能赢。还没有回答问题，老师听得见吗？你说。小动物聚餐，只有小象很生气，为什么呢？我又输了。小动物聚餐，小象很生气。为什么？因为气象局。你怕空气突然安静。OK。要给你个机会和工作人员对弈吗？你直接说吧，惩罚是什么？惩罚吗？对啊。惩罚就是用录音来录制一段起床铃声。那还是再玩一把吧。录音对你来说很难吗？这都录，以前都录过。录音版的有录过吗？我只会录音版的。来一个吧。可是以前都录过，没啥好玩的。要声情并茂。我们要创新。没事，我们喜欢循规蹈矩。就是，我们要做那个引导者，创新的。要想办法把南京叫醒。直播就行了。要不然的话，夹子音也行。来一个，我们就算你赢。我回家录了发给你，好不好？有点社恐。那夹子音也都可以，我回家两个版本都发给你。虽然输了，但是我们也给楠楠准备了一份小的礼物，六周年的一个小礼物。最近不是爱说想打拳击吗？哎呦，谢谢谢谢，小小的，吓死我了，我还有点防备之心，我以为又是奖励我再录一条。感谢。在此时此刻一年多，发行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嘛，让你对做音乐出专辑的看法有发生哪些改变吗？什么问题呢？就是现在距离我们的第一张专辑经过了400多天嘛，这期间有让你对做音乐和出专辑的这种看法有发生哪些变化吗？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就是有更多话想说了吧，可能。这次更多的是剖析了自己的一个故事，你觉得有没有收获到了哪些自我沉淀的一些方式？我觉得主要靠时间。对。但这次创作的时间会很紧吗？其实蛮长的。嗯。从去年那张专辑发完，其实就在写新东西。对。你觉得在你的作品当中最周震南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我写的呗。除了这样子的，就很少有从头进行到尾一模一样的一个氛围的一首歌了吧。我自己认为最周震南的一点就是你的个人风格特别的强嘛，如何兼具你的一个个性以及它的一个流行性，就是都会做吧，但是呢作为主打我肯定还是希望说去跟随一个比较自我的方式去做这个事情，就可能后续也会发一些比较简单的音乐，然后比较正常一点，就是我可以都做，对，但是如果我内心最想玩的肯定是我也没听过的音乐，我们要创新。粉丝也调侃你就是会喜新厌旧嘛，就是在做音乐这一块，所以 FF 这首歌的话是你当下所有当中作品当中最满意的一首吗？目前是吧，就是我也没想到这首歌能写成这样，之前有很多莫名其妙的版本，就很夸张很离谱。对，那这些不同的版本的话你还记得大概有多少吗？4-5个吧，就是曲风完全不一样，就非常奇怪。有一些这歌不是一个 part 接一个 part 吗、我接有一版最离谱的，就是第一 part 完了过后接了一个 trap， 就比较炸的那种 trap。那这些不同的版本的话会像一专的一样，就是比如说某种彩蛋的形式分享给大家听一听吗？可以，但是先把专辑发完吧，因为太离谱了。可以。在新歌上线之后嘛，大家也后知后觉发现 Dana or Love Forever 其实在我们一专的时候就大概听过了一点点的雏形。那个是就真的是当下 freestyle 然后剪进纪录片的一个，就是想表达那个创作的那个状态，大家对这一段记忆都比较深，后来就找那个摄影老师要了这一段的素材，然后我回去把这个和弦扒下来重新写了 Dana or Love Forever。其实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去决定直播整个 MV 的一个过程？你想给大家看看嘛，因为如果是我会比较好奇，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愿意分享 MV 拍摄的直播，我也会点进去看一看。当工作人员提出要在 MV 的片尾特别鸣金南极星特邀监工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我觉得没问题啊。那你觉得对比你3年前《爱》的这个 MV 的话，那这次 MV 的拍摄有给你带来什么样就是那种不同的感觉吗？我觉得除了风格不一样以外，这次可能更多的是加入到这个创作的这个过程里面、然后还让我学到蛮多东西的。前面背的人，你要给他进，然后他还得跳下来，然后还得躺下去再拖走。现在 Die Now or Love Forever 这首歌一出来，然后小白花在南极星里边最爱情歌的地位已经开始岌岌可危。太好了。所以这次二专里不会收录小白花吗？那是铁定不会的。为什么呀？因为我其实大家都特别喜欢你唱情歌啊什么的。是的是的是的。不能给他一个机会吗？他太没有机会了。不太完整，我觉得。但是粉丝又那么的喜欢的话，你有没有就是想办法？比如说，除了音乐节上唱给大家听，我可以发在五爷口上，大家也可以听到。他也没有不配，就是他，对，就是没有什么概念，就是他就是一首情歌。自己之前也说过，就是希望表达是第一位嘛，这次以音乐为媒介让大家听到你自己的一个故事，会更在意这次大众对这次新歌的评价吗？没有，完全不 care。 也不是不 care， 就是喜欢就喜欢呗、不喜欢就不喜欢呗，我也没有办法。那有印象深刻的对你一个新歌以及 MV 的解读吗？我有看 B 站上面有很多，我觉得更多是共情嘛。说实话，有很多舞蹈可能某一秒的画面连我们也不知道在表达什么，但是可能大家看完他有他的理解，对。
对，就我觉得这个也不用去反驳。就像我那天看他们的 reaction， 他们有些人会说这一秒这个舞蹈在表达什么，就是其实我们编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这就是我前几天在微博上不是说了一段话嘛，然后我也讲了，就是一个是不希望大家被我的角度给框住，另外一个是就它没有那么复杂，就有些东西它就是那么编了，然后就是那么拍了。当时其实我们有贴出那个 FF 的歌词嘛，也叫做千字独白。这个歌词的话，你前前后后打磨了有多久呢？我记得是在MV 拍快的前几天，这个歌词才写完。当这些斟酌了很久的话被大家听到之后，你会觉得自己内心得到释怀了吗？我会觉得进步了，媳妇儿。进步比起黑蜜，那确实。如果比起黑蜜的话，那我也还是进步了不少。南极是期盼已久的个人演唱会，你觉得什么时候可以安排上？这个什么时候播？大概会在九月。那我不知道。我们可以把这段后续再放出来。我不知道。记住了，一点都不漏了。我不知道。你自己当下这种状态的话，你会想去一些什么样的类型的综艺？轻松一点的吧。因为粉丝其实也都很希望能在音综上多看到你。就别跟音乐有关系，太难交流了。对，就是那他有他喜欢的风格，我有我喜欢的风格，我觉得这种不需要去互相影响或者说互相说服嘛。对，那就各自坚持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好了。对，那比起音综，我觉得恋综有意思一点嘛，可能就是吃吃瓜什么的。像 live house 音乐节还有体育馆演唱会，你会更喜欢哪一种的演出氛围呢？ live house 和音乐节和演唱会都还可以啊。目前比较感兴趣那肯定是 live house 和演唱会吧。对，演唱会没有自己开过嘛，然后 live house 也没有认真做过 live house 吧，就是小小的场，然后跟大家很近的那种。对对，所以又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个人演唱会有安排吗？不知道。其实也去了很多城市参加音乐节，有哪一场的粉丝应援会让你记忆犹新吗？我忘了那是哪个地儿，就是彩排彩到早上然后那个天很漂亮那会儿，然后就看到大家在前面摆那个应援。那天有最印象深刻的粉丝整活的那些应援还记得吗？整活牙套，刚刚也说到牙套，所以你的官方应援物现在有多少？不知道。那你希望设计成什么样子？我回去感受一下。听我说谢谢你。直播的时候好像有讲过比如说像结合什么碗呀、杠铃什么的然后粉丝也根据你的描述其实做了一些草图这个你有在网上看到吗？我看到了，我看过这些。对，其实讲道理，这个碗真不错，因为应援棒都长差不多嘛对，所以你理想的就是要设计成现在的这个样子吗？这你都信？这你都信？今年也是你出道的第六年嘛，在新晋历史上你觉得今年的最大的成长是什么？最大的成长变成社恐了，好事儿。那你平时会关注一些自己的运势吗？我会搜做梦梦到什么，周公解梦。近期梦到了有什么东西吗？追恐龙。所以你没有去搜为什么会梦到？这个没搜，忘了。我们回去可以搜一下。可以搜一下。那你记得的就是比如说你梦到了什么，然后搜一下周公解梦。梦到我有一天啃鸡翅吧，那个我没去搜，然后那天我就发了一个 VECO， 我就直播了嘛然后他们在弹幕里说的预示着什么来着，自由飞翔。自由飞翔差不多吧，反正说是好的。据测算的话，就星座测算的话，双子座是九月的事业运的第一名，然后并且会在九月十六号迎来命主星的顺行，运势好转。九月十六号的话正好也是你出道六周年的日子嘛，然后你希望自己到时候就是在六周年这个节点有什么突破吗？
靠运势吗？也不用靠运势，运势这么推算，你自己的话，因为一般我们就是有这种心理暗示，然后你自己也会追求更多的一些突破嘛。那希望这张专辑更多人听见吧。嗯，对。一罐创意，罐罐惊喜，有趣有料有爱的摸鱼新姿势，尽在鱼罐头。大家好，我是周震南。鱼罐头，一罐创意，罐罐惊喜。